解放睡了。嗯，睡了。 怎么叹气了？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有点舍不得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我很期待小西米的到来，又很害怕。 小西米真正报道的那一天，我们就要离婚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办好离婚手续啊？是生完孩子，还是等安娜回来？ 陈嘉欣，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的担心，但是眼下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。不过很高兴你能够说出来，我是小西米的爸爸。
醒了，你起来了。早餐。佳欣，你妈昨晚回来了，她看你们睡的时候啊，就没叫你们。看看我。不用去了，她说她很累，回去睡一下，让你跟希希吃完早餐赶紧回上海。赶紧洗洗吃饭，快。